哇，是我掉了3000欸，那个爱走。等一下就打你3000。啊，对啊，他打我一下3000，我打他一下1000。小鸡，小鸡去中完了。哎，看到小鸡耶，小鸡加油！你加油！你把你塔打变色以后，你血 OK 了。哇，好硬哦！他血没掉哎，还 hold 住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刚刚他血那个，是因为他那个塔最主要就是他可以吸血晶，快点再吸血晶，吸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知道那个密列打法一样啊，靠吸血来活、啊。